这些都是法国巴黎银行开的信用状，怎么会有瑕疵啊？除非国内有公司愿意买你的信用状。你也当来搞我到三江啊？三百，三百。我想，跟你你讲的笨拙，当然点了李顺给插休，你破坏了行情。报告，我要把握，能够弥补公司亏损。我以往今天为什么会让你走？是容易都不给点两三百块。Shit your goddamn translation job。新普利叶酵素茶金精彩大结局。